这边怎么死了这么多的都？这个是渔船扔下来的还是被浪拍过来的？好多呀！我的天哪！你看这里，哇塞，全是啊！这个是渔船扔的还是被浪拍在这边了？要么就是搁浅的吗？这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！这个是可以做药的这个。 它跟海马都是有同样那个药用价值的，哇塞，今天发财了今天，哇，天哪，这么多，哇塞，你看这都晒干了，幸好我来的早呀，不然被人家捡去了。你看这么多，老远都能看得到，它没有握进去，然后特别明显，你看一拖出来这么大一个，哇塞，这你看。 这个花特别漂亮，哇塞！你看喝了这么多的水，只要稍稍的一挤，它就缩进去了，缩进去很难再出来，应该也是有点受惊了吧？你看，像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看见了没？这里这个握了一半了，这个，这下面应该也特别大，哇塞！你看这么大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花是真漂亮，这么多水分，水分最多了。 这两个，一大一小，还是在一起，特别显眼。你们能看到这边有一条鱼吗？我的天哪，这条鱼真的特别会隐藏呀！看见没？我操，还藏在这个铁丝底下，这个钢丝下面。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跑了跑了！哇，天哪，这条鱼这么扁！你看这下面，哇塞，这么白！你看这肚皮真白啊！哇塞！ 不注意，还真发现不了它呀！哎呦，你看这条鱼的腰力还挺厉害啊！你看挺有劲儿啊，这么扁的鱼啊，这应该是个多宝鱼吧？你看，真漂亮这条鱼！哇塞，也是个隐藏高手啊！诶，这是条鱼还是条垃圾啊？还是个垃圾啊？ 怎么跟个破布一样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是？你看这个表情，我的天哪，有点恐怖呀！看还挺……哇塞，你看，这像个破布一样。走了走了，我的天哪！嗯，哇塞，这个表情感觉挺哇塞的，你看。 怎么像个蝙蝠一样？这是不是个条蝙蝠鱼啊？还是鲨鱼？你看，哎呦，刺还挺多的，这背上的刺还挺扎手。你看这边，看这个水上，哇塞，飘了这么多墨呀！真应该就是这个八爪鱼喷的。哇塞，这么一点点的东西能喷这么多墨出来，还能不能再喷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看。 哇塞，是他喷的，是这个八爪鱼喷的。这每次赶海啊，这个猫眼螺是必不可少的。完了，只要你用心找一找，肯定是有的。你看这大肥肉，这个吸水吸的分量不足呀，感觉这挤着不过瘾。这个壳都晒干了，在这。哇塞，这不是个锚杆啊，这个是。哎呦，哎，关上了，关上了门关。 你看它这边都破了，这应该是被鸟海鸟给餐了吧？这个应该是，这关门了，这一下，这个毛哥，这个肉蛮好吃的，这个肉，你看这个地方破了，应该是被海鸟给餐了，晒干了，你看都干巴了都，这太小了，这就一块呀，它回家也没法吃，不够吃啊，这一点点，这咋弄？带回去吧。